大家好，我是 Thao Paul， 一个爵士鼓老师，有30年以上的教学以及演奏经验。跟大部分喜欢打鼓的人一样，我喜欢表演、练习，喜欢把玩器材。我明白身为鼓手常常感受到的那种被限制的感觉，像是我们在音乐里面听到好听的鼓声，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演奏出来。入手的器材跟网络的开箱影片也差太多了吧？买了喜欢的小鼓，却调不出喜欢的音色，或者为了控制音量打得绑手绑脚，甚至让鼓的声音变得很难听，或者是在演出现场才发现现场的鼓组设定跟你习惯的完全不同，但是你连彩排的时间都没有了。网络上的调音课程知识满满，但实际运用的时候却不是那么一回事。虽然说痛就在演奏者的手上，但是如果我们对于即将要敲下去的这个物体知道的不多，那我们又怎么样去运用我们的演奏技巧让声音变好听呢？我知道，事实上鼓手遇到的困难远远不止这些。这些音色上面的限制影响了鼓手的发挥，但是音色又非常的重要，它是音乐四个要素的其中一环。只要你的音色没有掌控好，就像是一段很棒的对白，但是配上奇怪的嗓音，就没有办法把这种感动传达出去。所以我开设了一门爵士鼓调音课程，帮助大家面对并处理这些困难。这一门课并不是要给你一个既定的标准答案限制你的摸索，这一门课是要帮助你建立观念，厘清演奏方式、器材设定还有音乐呈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，让你的音乐表现受到最少的限制。只要你对音乐有热情，对爵士鼓有兴趣，那这一门课就是为你而开设的。你将能够了解到好音色如何定义，鼓的发声原理，基本的调音观念，各种环境限制下如何提升音色表现，小鼓、通鼓、大鼓，整套爵士鼓的调音、音频与音量之间的关系，更重要的，如何发展自己的音色。欢迎参加我的爵士鼓调音课程，一起成为声音更好、更有个人特质的爵士鼓手。